小丸子，娃娃玩过之后就必须整理好。真是的，这个孩子。哎呀，起来！你自从放春假开始就这样，每天除了睡就是爬起来玩，唱完了歌又去睡觉。这也没什么嘛。说什么呢？要有效利用春假，你明白了吗？那给我钱包。要去买书吗？嗯，零食。你是一点都不明白妈妈到底说了什么，真是太没面子了。对了，那样的话带我出去玩玩吧。我可没这闲工夫。求你了，游乐园或者百货商店。不行，去练习写汉字。为什么我的春假就不能像大家的一样更精彩一点呢？比如一个人去旅行的话。我想起来了，不如就去静刚的外婆家吧，一个人去。如果我能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城市的话，应该会被大家夸奖的吧。小丸子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说的是呀，连我都去不了呢。说不定静刚的外婆还会给我一点零花钱呢。小丸子真厉害，来给你。我要带上一些能够换洗的衣服。好了，我快点准备吧。内裤，内裤。小丸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，你说我呀？我正准备好好利用假期这段时间去一次静刚外婆家呢。你这孩子在说什么呢？是谁说要带你去静刚外婆家了？谁也没说要带我去呀。可不是嘛，没办法去了吧？所以我打算要一个人去。傻孩子，外婆家是很远的。要坐电车和公交车。电车是电车驾驶员来开，公交车是公交车驾驶员来开，都是别人开车，我只要坐着就行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啊，你这是说大话。好吗，爸爸，不是有句谚语叫爱子莫若惊风雨，就让我去吧。你是什么时候记住这句谚语的呢？我想去想去想去，小丸子想一个人旅行，我就是想一个人去静冈外婆家。小丸子说想去远的地方，但其实他住的清水和外婆住的静冈根本就是在隔壁，一点都不远。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，又是坐电车又是坐班车，这种行动简直就是和去南极探险一样，充满梦幻。可是小丸子，你为什么这么想去静冈的外婆家？因为理由一，想去体验坐电车和公交车的惊险刺激；理由二，想让大家说我好厉害；理由三，可能会得到外婆给的零花钱。全都是邪念，说不出口呀。总之，这次能去静冈是让我的春假变得有意义的重中之重。那为什么？咦，爸爸把我这个小孩当作拷问对象，真是没有大人样啊。哎，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小丸子想去见外婆，所以才想去静冈的。哎，小丸子一个人去吗？好吗？是可以的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好吧，那就让小丸子一个人去试试吧。哎，真的吗？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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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爸说我可以一个人去静冈。啊，真的吗？我说爸爸，我明明都已经跟你交代清楚了，你还真是靠不住啊。没问题的，对吧？于是就在爸爸妈妈的意见分歧之下，小丸子将去静冈进行他的漂泊式旅行。我必须给外婆打个电话。啊，外婆啊，明天小丸子想自己一个人乘车到您家里去玩。哎，丸子要来呀、啊。帮我把电话给他吧。喂，外婆，我是小丸子。哦，丸子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我想你一定长大了吧？糯米团子和蛋糕，想吃哪个？糯米团子和蛋糕，我哪个都喜欢。这样啊，那我两个都准备好等你啊。哇！啊，真开心的，来啦！对了，我觉得我们带给外婆的礼物最好是巧克力棒和可可哦。啊，
这些应该都是你喜欢的吧？第二天，如果有陌生人跟你打招呼，你不要跟着去哦。嗯，不会跟着去的。小心一点哦。那么我走啦。请给我一张到金刚的儿童票。好的，到金刚的儿童票90日元。这么小的小孩一个人在这里等电车，我想大家都会觉得我很厉害的吧。哇，一个人坐上了电车，我真厉害啊。对了，吃零食吧，好想去郊游啊！哦，这个大人怎么一直看着我？是不是想吃我的零食？这种情况下给他吃一点比较好吧，可是又好像很没礼貌。这个大叔好重啊，我要死啦。左边是打盹的大叔，右边是想吃东西的女人，小丸子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。真讨厌，救救我。静刚，静刚，下车了。公交车了，好吧，我要打起精神继续快乐的旅行。啊，来了。你是一个人坐车吗？啊，一个人坐车。啊，真厉害啊。我被表扬了。到了，七天听到了。不是八和田三号区吗？妈妈明明说坐三站就到静冈了，真奇怪呀！难道是妈妈说错了，要坐四站才到静冈吗？一定要保佑我到达八和田三号区呀！下一站两 T 厅，两 T 厅。果然坐错了。啊，你要下车了吗？要下车了，至少不能让这个阿姨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。请问这辆车停不停八和田三号区呀？不停啊。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大家都不认识我啊！这里简直就是国外。在这种危急关头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老天爷，帮帮我吧！啊，对了，打电话到家里商量一下吧。啊，喂，妈妈。你说你迷路了？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哎，什么地方？不知道呀。商店的广告牌或电线杆上有写地址吗？有吗？有是有，但是汉字太难了，我都不认识啊。真可怜呐！我平时一直提醒你要好好学汉字的。怎么样的字？你描述一下。冷静一点儿。顺便说一下，小丸子现在要说明的是无字。首先是个有脚框，然后是有一条弯弯的像楼梯一样的东西。什么呀？都说了是像楼梯那样。接下来的字我认识，是衣服的服字。啊，要挂了。明白了，小丸子就在那儿等着。哎，我没有零钱了。现在小丸子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。
像我现在这样因为迷路而这么苦恼的小孩在全日本到底有几个呀？我要是那个小孩多好呀，没有迷路，没有妈妈陪的小丸子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丸子怎么办？叫警察！哎呦，头好晕！哎，妈妈，你当心一点呢。你说小丸子怎么就会迷路了呢？不会吧，金刚外婆家那么好找的地方，就算想迷路也迷路不了吧。好吧，事到如今只能冷静下来找个人问问了。那个，我哪个人好呢？啊，问那个高中女生吧。啊，无事丑女向那个美女问问。那个，我在这里迷路了。啊，好惨呢，我现在好迷茫，请你帮帮我吧。好可怜呢。看吧，美女就是温柔。可是我已经和山田同学约好了，琉璃子，你来帮助这个小孩吧。好的，拜托了。糟了，美女当然会和男朋友又约会了，丑女就有空了。那么我走了。我们走吧，小朋友。我们该不会被大家当成姐妹吧？真讨厌的，这么小就可以独自旅行了，你可真是厉害呀，真羡慕你。这个丑女虽然长得丑了点，没想到人还是挺好的。哎嘿，谢谢，我确实是一个人来的。你真是好厉害呀，带着这个小鬼走路，大家都会说我是个温柔的女生，会不会有帅哥相中我呢？乍一看很和睦的关系，却各自打着小算盘。好，公交车站到了，第五站就是八和田三号去。真是太感谢了。不用谢。看，这就是我温柔的最后一瞬间，大家快看呢。啊，多亏了丑女得救了，口是心非的感谢。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人旅行的突发事件。真是精彩啊。小丸子是如此悠哉，可是家人却……啊，小丸子还没到你那儿吗？八和田三号区，八和田三号。呀哈，终于到了！啊，外婆在这儿。外婆你好啊！我说丸子，你终于来了。刚才妈妈打电话跟我说你迷路了。真是把我吓了一跳啊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喂喂，妈妈，我是小丸子，我现在已经见到外婆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小丸子，你可真是个傻丫头，你知道吗？妈妈一直在担心你啊。哦，是丸子啊，你终于到了。是啊，外公你好。来吧，丸子，吃糯米团子吧。哦，看起来真好吃啊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我从家里给你们带了些礼物来。哎呀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客气啊。这个是妈妈今天做的海味煮。不错不错。还有这个是我今天刚买的巧克力棒。哎呦，谢谢了丸子，你带来的东西我都很喜欢。是啊。所以我特地带过来给你们尝一尝。寒暄结束了，糯米团子也吃完了，突然感觉到好无聊啊。啊，四点了，好想看小孩节目。哎呦，不好，丸子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啊？没有没有啊。对了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哎，什么什么？啊，是两只小文鸟，好可爱呀。你看我一身
手指它就想吃呢，真好玩。这样给它们喂食，你瞧，来了。啊，好可爱呀！好了好了，下面让我们来吃饭吧。今天外婆也豁出去做了寿司，丸子是难得才来啊。哇哇！早知道晚饭是寿司的话，刚才要是没吃那两个糯米团就好了。这种后悔真是非常奢侈啊。算了算了，我可以再吃一点的，反正寿司这种东西不占肚子。这话是谁说的？我开始吃了。真好吃，真好吃啊。丸子喜欢就好。小丸子现在应该在吃晚饭吧？我想他应该是在吃大餐。是吗？啊，舒服的洗了个澡，吃的又好，这里简直是天堂啊。丸子，快过来过来，要吃甜点喽。好，来吃点蛋糕吧。啊，好开心呐，来外婆家真好。那就来我们家住吧，丸子。嗯，可以的。你瞧这孩子多可爱呀。已经九点了，差不多是丸子睡觉的时候了。平时星期六都是到十点才睡，而且在家里这个时候我们还在看爱情连续剧呢。那我去给丸子铺被子了。嗯，我担心上周私奔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，可是又不能说。啊，这周的内容只能回去问妈妈了。那么丸子，哦，晚安了。晚安，外婆。哦，电视剧开始了，真好啊，好想看呢。啊，不行，好无聊啊。我想现在家里人一定都在看电视剧吧，感觉有点寂寞呢。妈妈，哎，怎么会突然想小便呢？可是去洗手间好恐怖，怎么办？就这样忍到天亮吧。只要我忍住，就一定可以坚持到天亮的。对了，就让我把憋尿这件事忘了吧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快睡觉吧。我这是自欺欺人，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，还是想小便，还是不要忍了。外婆，外婆，怎么了，丸子？是不是要小便？外婆，我想和你一起睡，可以吗？可以呀，跟我来。好暖和呀。第二天，小丸子。啊，是妈妈！你呀，还不起床，想睡到几点啊？你看一下时间。啊，哦，一点钟了。可是妈妈，你为什么会？我来这里是为了接你回去，真是让人操心呢。外公外婆，谢谢你们照顾小丸子，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，不好意思。根本没有添麻烦，我们可高兴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要给丸子一些零花钱。装得很意外很吃惊的样子，其实心里一直在等着呢。哎，不要啊，外婆。妈妈真是多管闲事，人家都说要给我了。这是一定要给他的，难得才来一次。不行，不要不要，不能给他钱。推三阻四的，最后还不是塞到我手里。那我就不说话，等着收钱好了。好吧，
既然这么说了，那就下次来再给他。不会吧？真是出乎意料，小丸子来外婆家的最大动机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些零花钱，现在泡汤喽。那再见了，我下次再来，拜拜。又是迷路，又是想家，又是不敢去上厕所，小丸子单独旅行就在重重污点中拉下帷幕了。真是的，爸爸一直在看棒球比赛，我完全看不了喜欢的电视了。这样的话，我要想想办法，比如先他棒球比赛取消了，今天可以随便撒谎哦。下一集淘小丸子讲的是职业棒球赛开幕了和愚人节，敬请期待哟。